部分哦，如果你程式写完之后啦，大概就是就是这三行是吧？把那个公式放在这个工作表，所以会多一个这个 sheets 哦，哪一个工作表点啊？工作表名称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哪个范围吧？所以这个比较麻烦，一定要记得哦，这个 sheets 要加，那这边也要加哦，然后把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OK。然后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呢，我们做这个范围的筛选。筛选的话呢，两个条件就够了，一个是哪一栏，一个是要什么条件。哦，就是第二栏我要找的是一这个数字。哦，然后查询名啊，再来就是把它复制过来，把找到的那个，因为你筛选过之后，目前如果你 copy 的话，只会 copy 到那个没有隐藏的，就是一的部分，然后帮我 call 到 A1 这个位置。那因为我现在游标哈是会放在这边的工作表，所以这个 range A1 前面哦不需要加任何的工作表名称，它就会自己知道说哦就在这里，就会帮我把资料从那边 call 过来，哦大概是这样哦，所以点 copy 的方法还蛮方便，这点 copy 的方法实际上就等同是你做 Ctrl C Ctrl V 的动作了，哦其实这个点 copy 的方法还蛮好用的。那甚至如果你要大量的范围筛选，就写个回圈嘛，然后哪边 copy 到哪边，哪边 copy，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哈，每天都在做复制贴上的动作了，所以你可以想一想，用这个方法有的时候哈，事情很多就快速可以把它搞定了。那做完之后类似这样的，就是把它公式丢过去，然后筛选到的结果，所以比较慢应该慢在这里，因为它把这个地方跑完，然后筛选资料就倒过来了。哎，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哦，可能要特别注意啊。那细节还蛮多的，只要你不要写错，任何一个地方。那如果错了，可能要检查一下，是可能前面有没有哪个地方有出错。那建议是不要一次太急，反正就先跑完第一个 OK，你再跑第二个，再跑，你不要一下子全部三个一起跑，那可能错，可能不知道错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三个，所以尽量哦，按部就班来，OK。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有些地方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哦。那这个范例的话，主要就是如果你希望啊找两个范围哦，有没有什么呢？有没有一样的地方？OK，啊，如果你以后要找不一样的地方，你就不要筛选一嘛，你就筛选零就好了嘛，有没有？就不一样哦，OK，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OK，所以其实以后哦做那个不同范围的比对哈。就记得不要再用人工的方法了，真的哈、哦、没有效率啊，而且哈、哦、又这个怎么样，很伤害你的眼睛吧。然后呢，比对的结果也不见得正确，为什么？因为人会累嘛，哇，那资料那么多，慢慢比，所以常常有时候常常同学问我说怎么比对，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很 OK 啊，但很多人不会哦，不会的话呢，真的自然而然很容易比错。哪怕你很认真在比，还是会有漏网之鱼的啊。尤其像有些时候资料常常改版哦，这个改版的或者名单常常改版，像比如说有人加选、有人退选，我怎么知道谁加选、谁退选，对不对哈？所以呢，其实用 Conif 很快啊。像我甚至哦，有些地方上课，大学部的哈，哎，一上课都是90个、100个，人数这么多，那每次我光点名哈。我都至少要点半小时，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我就说你们自己云端签到，什么云端签到？我有个签到簿，哦，我的那个部落格上面有个签到簿，哦，然后呢你就签到呢，我之后就比对一下，有来的就 Conif，没有来的我就点没有来的啦，OK 哈，没有来的点一下，哎，真的没有来，没有来啊，一整学期几乎都有点名，那我点名只要3分钟不到，全部点完了。因为用 Conif 就搞定了，OK 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为了节省这个时间呐，哈，有些用对方法也真的还蛮快的。啊，细节部分的话，请各位自己再去尝试看看，好了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有把它放在那个这上面啊，完整的公式啦，应该大概就这样吧，OK 啊，细节部分自己再看一下，应该算蛮清楚，剩下就是。你们要花时间啦，说真的，这东西我没办法替你们花时间，哦，因为我花的时间，我会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熟练，但你们
你们总是还是不熟练，这东西没有办法啦。我觉得，你要学会就是要花时间，OK 哈，就是我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啊。技能就这样嘛，技能就是什么？技能就是我就是像有些人哇，好厉害哦，为什么？因为他练习1000遍了，10000遍了，所以他可以变化出哇，好熟练的那个结果。对，但如果你不是的话，自然就不可能。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个问题啊，我们到100对不对哈？100。好吧，看一下1000有没有？那如果这个1000的数字啊，将来要改变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改一下，向下追踪有没有？如果这边假设要让这个，我把这个筛选结果把它恢复一下，好，这边筛选，那你会发现这个 Ctrl 向下，啊，这边都自己跳那个 email，Ctrl 向下哦，有没有到1000嘛？那可是以后如果这个查询名单的数量不一定是1000的话。那其实你只要再改动一个地方就好了，把什么，把这个什么向下追踪到的这一个东西哈、哦，把它在上面加一个 r 就可以了，r 的变数等于什么？等于它就好了。那也就是说呢，把追踪到的这个就1000嘛，然后把这个1000的值啊放在这里就好了，i 等于2到 r，哎，其实就等于这个了。那、啊、最后如果是1000，那就1000。那只是说这个1000的话，底下这个地方哦，你可以怎么把这个1000 delete 掉，空格 and r 就好了。意思就是我把 r 串在这个后面了，它就变成 b1000。啊，以后如果说1000改了，那变成就其他数字。那你想，那我之前的同学也问过了，就为什么会是不用另外一边嘛？啊，主要因为是这1000刚好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所以不需要还要另外一边的串接哦，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空一格 and r 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样以后的话哈，就可以范围就可以比较有弹性。所以以后的话，你假设哈，以后你的那个查询名单不是永远都1000的话，哦，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OK 哈，所以其他部分我想你可以再自己练习看看啊，这样还蛮好用的，真的哈。康一夫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的查询。那再来的话呢，哈，待会呢，剩一点，请各位再开启那个，这个叫做康一夫这个哈，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OK，那比如说我想要统计101年、102年哈，到底那个哪一个号码开出的几率最高？哎，101，你看这是之前乐透彩的资料，这个资料。这个是来自于网络，这应该这也是正确的资料哦。那也就是说规则是这样，乐透彩哦，它的开奖号码是1到42号，然后呢一次一期哦，这样一期对哈，它会开出7个号码，就是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有没有？那这个是第几期啊？这个是99、98，有没有？97，OK，那 Ctrl 向下。它总共是到100减一99期，所以101年开出了99期，一期开出7个号码，所以总共的号码数量就是99乘7啊，应该是693吧，对哈。不过现在不是叫你算那几个了，我是算再跟你讲一下这个总共好的一个情况。那102的话也是一样，总共7个号码，Ctrl 向下，这个105减104，104再乘上7。OK，好，这总数啊，可是问题要怎么算比较快哈？首先的话，一样，你可以用什么？用插入函数，用最近使用过康一夫，范围101年，criteria 找一。那我讲过嘛，101年因为也是跨工作表的大范围，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范围哈，先选范围啊，选，因为它不能砍错向右了，因为它过。所以我习惯是先第二到最右先选，然后再 Ctrl Shift 向下，然后名称的话呢，哈，名称方块哈，给它一个名称。那当然习惯你想说101算了，不过特别注意哦，名称方块里面哦不能用数字开头，也就是你可以英文或中文开头，你不能说打101，他会跟你讲说啊101这个名称不 OK，那不然我们就前面加2个字啊，叫开奖好了哈。这样总 OK 吧？哈，不能用数字当成是名称的开头，但是尾巴可以。OK，那这个叫什么？开奖101 Enter。
那底下 102 的话就开讲 102，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向右选，这个到 J， 然后 Ctrl Shift 向下，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开讲 102。 好，那我们统计的方式就是什么？插入这个 conf 哈，然后名称按 F3， 啊，开讲 101 有了，在开讲 101 里面帮我算算看哦，条件就1号，1号刚好这边有，1号出现几次？17次。 可是我不是要出现次数啊，我要几率，所以再除以什么呢？除以刚刚我们算出来是 693 啊。不过另外如果假设我不要用 693 的话，我可以用什么？用count这个范围。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过嘛，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叫 count，count 是算那个范围里面的数字，所以 conf 把它贴过来 count，里面只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范围，它就帮你算出来就 693 了。 count 就算那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有没有啊？里面总共就是693个数字，所以 enter 得到的结果呢，就会是它的几率大概是什么？0.0245，可是这样阅读不方便呢。我希望看到是万分之多少次，万分之多少？哎，1万次出现几次？1万次哦，所以分母是1万，分子是245好了。 哎，那怎么做？按右键，俗称的格式。因为这样看不好看嘛，你可以用分数。那1万分之多少？哎，好像就百分之多少，没有万分之多少，对吧？以100为分母，那没有1万为分母怎么办？没关系，可以把它自定一下，选100为分母就好。然后再做什么呢？补2个0不就好了？有没有？1万分之245，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OK 哈，那向下填满，全部都做完。那102年怎么做？很简单，把这边怎么样复制，然后呢贴到这边来，把它改什么？开讲102比较好了。所以定义名称哈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哈如果名称都连续的话，你改公式也比较快。那这个格式怎么办？拿这个复制啊，拿这个复制格式。 点一下，向下填满，这样 OK 了。然后合计的话呢，就是把2年加在等于这个加上这个打个勾就好了，向下填满。那排名的话，可以用什么？插入里面的话，可以用统计类里面的什么 rank 点 eq rank 点 eq 这个 OK 哈，排序啊 rank 点 eq 这一个，然后呢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它的成绩，它的几率，两年几率哈，然后呢，在整个范围里面，整个范围的话就是这个 Ctrl Shift 向下。那记得哈，这个待会这个范围向下拉不能变动，所以记得要在前面加个钱的符号，不然它等一下范围会改。那如果说你假设了哈，你不想要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定义名称。 给它叫合计，你看整个以后就不用了。OK，也是方法哈。然后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它固定的话是递减啦，所以直接向下填满。那你可以看到哈，哎，其如果排名的话，那第一名前几名的话哈，哎，第一名在这里， 34号就出现了。哦，那其他的话就是什么？第二名在这里。OK， 不过最后的话哈，可能最好是什么？ 干脆帮我把前7名排在这里。哦，前7名，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排名列在这里的话，可以怎么做？其实就最简单了。如果不写程式的话，资料里面怎么样？筛选嘛。筛选的话只要什么？小于等于7不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边的呢，Ctrl C，Ctrl V，这边范围，Ctrl C，它贴好像只贴一个，所以如果筛选要贴好像贴同一个工作表会有问题，我至少知道了哈。我们如果这个地方，除非你再抠到像刚刚是抠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那没问题。可是同工作表抠的话，它可能会有问题，因为它同工作表。 所以这部分的话啦，大家请各位先试一下，哎，它贴过来，贴过来，哇，贴是等于是贴到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贴正确的话，恐怕像刚刚这个了哈，如果筛选哈，如果你要贴正确，因为它这个是隐藏起来，所以如果你把这边哈，假设如果你要能够正确的话啦，其实有没有另外工作表就不会问题。OK 哈，好，那请各位试一下，怎么样把那个就是几个重点，我再回顾：一，先把这个101年的 D2到 J2 哦，Ctrl Shift 向下，给一个名称，开讲 101，102 也这样 ，Ctrl Shift 向下，然后分别用 conf 它这个号码除以 count 开讲 101，OK， 好了，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